请问，敢是七爷？大帅，拜托，车子就好。看起来你是有伤心的过去，无你是要请倒一字嘞？后悔的悔。请一字对你来讲，敢会遐尼重要？是啦，我对不起我心爱的人，实在是真后悔。好啊。想袂到我车子卖当车个遮水啊！来，惊少一个。哎呦，惊死人！是安怎？伤水啊！吼！你车唔对啦！加一番啊啦！哦，我才会感觉讲都会怪怪啊！啊，加一番敢有要紧？看起来差不多咧。哦，差多啊啦！加一番就变作美啊！哦。啊，敢阁会当改？会歹改啊啦！那毋是写伫簿仔顶好好诶就好。啊，你即嘛要安怎？无安尼啦，啊，再加一环吼，算我啥意思？哦，就是阿美。为虾米叫做阿美？再讲起来，话头长。少年时阵诶我，伫咧乌白两道，化作跟当，冤家相拍，拼地盘，好死命。最后变成骨头的老大，当然嘛挑袂少钱。本来就是摕遮钱来去诱惑阿母，阿母一定会欢喜到目屎流目屎滴。你这个狗囡仔，你想讲阿母唔知你咧创啥？这垃圾钱你提提转去，出去！哎呦，我抱你这款囡仔。想袂到后来有一遍，伫咧插头的扫黑行动，我就因为安尼去予人扫入去笼仔内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想起伤心的阿母，所以我决心要来悔改。出嫁了，为着要表达我的决心，我找到一个赤字的师傅。少年呢，要赤啥字？回。回家的回哟。不是，是后悔的悔。回路的回哦。不是，是后悔的悔。哦，安尼我知影啦，吼、哦，知影知影。结果，就安尼，大家拢叫我阿美啊。有一个督学到学校去视察。校长，这班是什么班？哦，是资优班。各位小朋友，这位是督学先生，等一下会问小朋友问题，大家要好好回答哦。这位同学，你说这个地球仪为何会倾斜23.5度呢？这不是我弄的啊！不是你弄的，这是哪门子答案？那这位同学，你来回答我。这也不是我弄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？老师，你说这两个学生怎么了？这真的不能怪他们。这地球仪买来的时候就已经斜斜的了。啊？买来就斜斜的？校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说来惭愧，因为学校经费不足，所以是从地摊买来绽放的。下次改进，下次改进。有一对夫妻在车子里，太太肚子突然痛起来。老公，我肚子好痛。忍一忍吧。忍不住了。好了，快出去解决吧。才不要，会被看到。那先用塑胶袋在后座解决吧。好了，现在怎么办？走出去啊！太缺德了，我先放到后车厢，回去再处理。就在太太打开后车厢，一辆机车疾驶过来，一把抢走，扬长而去。
老婆，你想怎样？送死的来了啦！包围了，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赶紧祷告：“上帝，我完了，救救我啊！”上帝的声音传下来：“你还没完，快捡起你身旁的石头，向酋长砸过去。”石头打中酋长，酋长痛得哇哇大叫，军人们更加愤怒。这时，上帝的声音又传下来：“这下你真的完了。”老婆，你想怎样？送死的来了啦！春秋。